孙中山国父啊，祝您的话今天平安，我是玉顺进军啊，祝您的话也顺顺顺啊。
六十分钟，咱先招先做，哦，啊，这个团体啊来跟团体，咱这个宋亚芳啊，李总啊，先办这个招，哦，咱新竹中山堂啊，建宏的这个主神哦，是咱的国父孙文孙中山先生，哦，因为这个名名称哦，代表是御圣帝君啊，哦。我看到玉胜吼，我想着我的师父总干事吼，咱家就是一个如西边的壮士，咱就让大家期待，咱就让大家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次感谢新竹中山堂啊，咱卢主任委员哈、啊。